卷，一个反的卷，卷完之后再把它一起梳开，就会非常非常蓬松，像我现在这样。就是超级蓬松。头发不是自己做的，头发是今天有化妆师，有化妆师我就解放双手，如果没有化妆师的话，我就需要自己做。我一会儿等他吃完饭，我要让他帮我把刘海剪一下，我刘海长得有一点点长了，就是有点长长了，所以一会儿要剪一下刘海，太长了有一点挡住我的眼睛，我不喜欢挡眼睛。可以叫我猪猪吗？猪猪你好呀，中午好呀，吃了吗？卷棒用22号，22毫米，毫米吧，22毫米的。对，散粉是纪梵希的02号，02号。口红刚刚已经说了呀，口红刚刚已经跟你讲了，口红就是跟这个粉是很搭的，就是整体的颜色都很搭。然后眼影的话，你们可以用那个3CE 新出的那个粉色那个盘。好漂亮，好漂亮！那个盘真的超美、超美、超鲜。因为我自己比较偏爱，就是偏紫色的粉多一点，所以我就很喜欢用。因为如果是黄色，如果是黄皮，用偏大地色系或者是黄色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丢丢的显黄和显脏。但如果是用粉色的话，就可能会更显白一点点。所以，猪猪们就可以去试一下，因为粉色真的会显得，特别是偏紫调的粉，会显得皮肤特别白。就是要选好那个度，如果是太紫了，就是不行，就是一点点那种带紫的就可以了。哦，不能说哈，不能说吗？我看看。哦哦，对哦，不能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说牌子，我不能说牌子。那我应该怎么说？我要告诉你们话，我就敲一下，你们自己去搜好了。我不能说牌子，对哦，我又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怎么直播。这个不是连衣裙，这是一个睡衣，今天拍的都是睡衣，就是这些都是睡衣，看到吗？就是有很多，然后。全部是睡衣，还有这种，这颜色也很好看，这个也很好看，这个也蛮好看的，就是有很多都很好看。我身上的睡衣也很好看，我身上的睡衣就是很舒服，特别舒服。我等两天，因为我今天才跟他说了，跟老板娘说了，我说让他，今天拍完之后我直接带几件我觉得比较 OK 的，就是质量或者是上身都比较 OK 的，到时候给你们录一下视频。但是要等他上了之后才能录，因为现在还没有上嘛，而且现在上的都不是夏款，都是秋款了，都是秋款，你们看到的全部是秋款。而且我明天拍的也是睡衣，明天拍的是冬款的睡衣的，都是那种很厚的珊瑚绒啊什么的。就这个天气，还好不是拍外景，不然真的是受不了。粉底液，我最近用的是那个雅诗兰黛的，不能说牌子，沁水，不能说牌子，完蛋了。那我不是什么都不能说，搞屁哦！搞什么？那说什么？玩什么？真的是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持妆都还可以。但是我夏天因为夏天会出汗会出油嘛，就尽量用薄一点点，然后再用，如果有瑕疵的话，再用遮瑕去遮，就整体你的妆感会显得特别的轻薄。你不能用那种太厚的粉霜或是粉底。上完脸就会觉得很厚重，就尽量用薄一点的。如果瑕疵的话，就用遮瑕去遮它就行了。不用直接一口气就怼上脸，就怼很厚那种，就一眼看上去就感觉很假。
我能说吗？逼防晒，防晒油，我过两天给你推吧，过两天给你录视频。用什么防晒？我今天喷了身体的防晒，然后也用了脸上的。虽然我拍内景，但是因为相机的那个闪光灯还是会对皮肤有一定的这个不好的东西，所以还是拍内景还是要涂防晒的。哦，婆婆来了，我婆婆来了，婆婆么么猪猪么么么么么。婆婆是我的铁粉。口红刚才跟你们说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了这个不行的，牌子不能说的。笑死了。遮瑕，我看看有没有带啊。不能说牌子，但是可以给你们看吧，是吧？是吗？回答我一下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说牌子，但是可以给你们看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遮瑕是这个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这样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不要停留太久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又学到了，笑死了，这什么操作，笑死了。还没截图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哦，大舅妈也来了，大舅妈，还有我的老妹儿丹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牌子，反正就不能说呗。然后口红是这个打底，然后这个色号，好复杂呀！你们哎呀，完蛋了，改天给你们录一期吧。这个直播规矩有点太多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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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某某某某某汤，吓得我都结巴了都。反正我不说多嘛，你们看一眼就知道了。然后还有这个也很好用，这个是眼线膏，特别好用。在工作，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吗？好的，我妆。我自己都快搞完了，但是要给我剪头发哦。我让化妆师来给我剪头发了，让你们看一下怎么剪刘海。他剪刘海剪得特别特别好，我上回的刘海就是他给我剪的，他剪完之后卷得特别好。现在刘海就有点太长了，你看，全部遮完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剪头发了，但是我头发长得很快很快。今天没有带那个发油出来，但是我出门的时候是涂了发油的，所以每次卷完头发出来都会感觉发质还蛮好的，就一定要用发油，不用发油的话头发卷出来会特别的干枯和毛躁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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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时候去洗它？过两天姐姐给你们发。这两天刚刚才把要给你们的衣服刚刚弄完。这个衣服真的不瞒你们说，就是独家，懂吗？我自己设计的独家，只有我这里有，嘿嘿，笑死了，好开心啊！第一回设计衣服，真的，我事情可多了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真的是尽善尽美，
就是每件衣服刚设计出来的时候，那个衣服的版我都要先让他先给我寄一件，然后我先试穿，然后看看这个质量，然后它的尺码，因为我做的全部是男女同款的，然后就让他给我发了一件，我先试了一下。对啊，我把口红都涂完了。涂完了，等着你给我剪刘海。那个本就不用补了，对吧？对，不用补，我都不脱妆的。那我，你用你的手机帮我开始时间，我手机在直播。对，谁？婆婆是榜二，对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怎么剪刘海啊。这个八字刘海真的是，我之前剪刘海，我给你们看过啊。之前剪刘海，这里先剪齐，然后这里再剪齐，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把它修成这样。你好，我帮我剪哦，我可是在直播，我要教他们的哦。不要吓我，压力很大了哦，剪不好会生气哦。剪不好会生气，不要了。我看看你怎么剪。我要拿什么东西给你接住吗？我这样接不住，我手拎着就好了，它不会掉了。那你怎么知道该剪多少？知道我